他做空姐的时候出粮第一份比较贵重的礼物，廿多三十年都有。哇，哇，我可以拿来看看吗？这个表本身有二十几年了，哎呀，小大我好少吧，还记得三十年都有，迪拜嘛，迪拜，这个都记得啊，几多二十多年前，系佢第。第一份最名貴的禮物，嗯，嚟嘅時候咧做空姐嘛，嗯，係咯，第一份咧就買對拖鞋，買對健康的涼鞋。其實我有送個這個很珍貴的給我的媽媽禮物，但是我媽媽也有一個很珍貴的禮物保存在現在。是什麼？我經常飛來飛去，然後她擔心嘛，就怕你飛來飛去危險啊，又不知道哪裡啊，她去求了一個平安符。平安符。平安符。然後我就放在錢包，我到現在為止還是放在錢包裡面的。是媽媽的一份心意。對。然後媽媽也是把你的心意保存得好好哦。